Lúc lên thành tựu người sẽ công dụng lúc chân thành trang mô về yên chàng đã yên y đã yên kê thế này thì xin lúc lên là sau về thiên lập cái xe ra chân thành thủy lập như chú tới gì bà chế trình thủy về thủy gặp thế gặp sự phê kiến nâng đen tình nghĩa dâm lên yếu trúc gần đồ thật biết đồ hay là phân bạc chế mô chung người sẽ tốt thế thế này thành tựu lúc chân sinh chú yên ngạc bà yếu Tā nāmbā wāb nū tā nukā tamchī ka nā ngā wāb tō nā. Tā tā kā chī tā nukā tamchī ka nā ngā chē tā sōk tō nā tā hānyū tā mā ngā dhiyo dhiri. Wān chē rā mbō chē kā tā rī chī tā yuñ tā tā khuī lā nā tī mū dhiri. Tā jāyū jār kā lā yēn kā yā tā chī lī kā shōk tām chē pō tōm tā nā yuñ tā chī ndik tēni kā yuñ tā tōm tā nā tā yuñ tā chī chē kā khuī tī mū dhiri. Zhambadzika rinki chavadzika taa chilika shokho yondati cheju shira yang jitenka shokho yondati mu meka. Da khuye langa na tari tinta nambakut tato noka karamadze gozhazakna dina nga anan wabnu cheta na cheziyo jimara. Noka maazi chetongi nga maazi jigatungra nanga cheta soktangna taa tari che maazi yonu khuye dimuzi. 11时班禅从小沉稳含蓄，性格随和。 老师和身边工作人员都提起他的聪慧勤勉，并且博闻强志，悟性颇高。如今，年轻的班禅已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但在佛学修行方面，他依然是个谦逊精进的学生。但我能给您做些什么？坦途，好像给整个民族是用途。 머신에 동아지중로 자주 대본에 섭진 네네 띵보 가 진대지 인도전에 강아지 소수 준조전에 장르마도 용량민도스 근데 이게 못해네 배전전에 정교인 每年藏历五月，西藏的夏天开始了，山清水秀，阳光灿烂。扎什伦布寺都要在多家大院举行盛大的辩经仪式，称为朗哲辩经。这个传统由历史班禅大师传承至今。文物组70岁的次仁多吉负责布置辩经场。 这次辩经因为十一世班禅大师会亲自参与，也显得格外隆重。和其他法事活动不同，朗哲辩经时，寺院会展出珍藏的八幅唐卡，绘制的是世界最为著名的八位辩经祖师。今天，他读书，他读书，他读书，很贵的，中间的看板是什么？这里。 这不是这个建筑的全年，他并不大，全部，开个差不多吧。这个跟我们这个现在村子的，不但专业点都是这个。今天碰到我把电拿了，碰到我把电拿了，今天这些人没电线拿了，那么的个他们在什么？那么的他们在什么？他车上瞬间呢，就是工地的这个，大家出来那个意思。 他说：“昨天那里，他提出了，他谈的呢，真的。”
扎什伦布寺珍藏的这幅二十班禅堂卡，展现一个佛学大家善讲、雄辩和著书的才能。第二十班禅索南雀老在甘当寺学经多年，精通显密二宗，擅长辩经，当时寺院三千多喇嘛都甘拜下风，他名声大振，被认为是一世班禅克珠杰的转世灵童。经师们经常在课堂上和十一世班禅辩经，但他们认为在寺院中和僧人们辩经更有利于学习。江昂嘉措经师告诉我们，目前十一世班禅的辩经水平已经很高了。昨天我做一段经给大三当，然后今天请个月这里的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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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人扎什伦布寺每年都会有几次密宗佛像的开放日，允许信众参观特定的佛像。每到这时，远道而来的人们都排满寺院曲曲折折的道路。这一天开放的是吉祥天母，室外气温不到零度，参拜的队伍依然不见首尾。他那出来，他那车子过了村了，结巴了村了，这那车子弄了三百多来了几天。你那开三百？打了米家不偷多少。人们相信，这尊神秘的密宗佛像，能为他们带来一年的吉祥。在藏传佛教中，密宗中的屠符佛像常常被赋予巨大的神秘力量，这是石像自在图，藏语为郎久旺丹，被认为具有最高的神圣意义。它令宇宙世界一切自在，令具信者免除灾难，所在之处吉祥圆满，眷属和睦，身心安康，去处通达，所求如愿。密宗被视为佛陀的心印传承，以上师灌顶、师徒口耳相传为传承方式。上师是佛与菩萨的化身。